先和阮一对兄妹，虽然阮爹娘早就去世，甲阮大哥相依为命。阮国家踮在这个地图上，也是加在百万。买车买车，都唔用忧愁。想起伫个我犹阁细汉，八岁迄一年，有一个查甫囡仔，甲我差不多同年纪。因为迄个时阵，阮厝内面爹娘犹阁伫咧，所以也请了真多贵宾。我往到花园里去，为着要放一枝花，予阮阿爹做生日，竟然去插着我的手。迄个时阵，有一个查甫囡仔来到位，看到我了后，伊竟然从我的枝头啊，将这个花给竖起来。所以这段文章，我嘛永远拢记伫个心肝内。当初是谁人也无问名姓。这是留下玉佩。现在这查甫囡仔，事过多年了后，到底是变成什么款？为什么这几年期间，伊时常浮现伫我脑海内？虽然八九岁的印象也无认清，但是希望日后我也会当甲伊搁再见面。这块玉佩，我都爱好好收藏啊。Thank you.